总统、副总统及第九届立法委员选举纪实。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及第九届立法委员选举，经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会议决议，两项选举同日举行，并定于105年1月16日投票。举办选举业务会议。为加强选务的准备工作，中央选举委员会于104年9月8日举办业务会议。总统、副总统选举跟第九任那个立法委员选举的一个启动的这个誓师大会啦啊！我想这个借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互相勉励一下，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选举呢办好。总统、副总统选举公告。104年9月16日，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刘益周主任委员发布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公告及海外国民申请返国行使选举权登记公告。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依法需经政党推荐或取得一定公民人数之联署，依政党推荐方式申请登记为候选人者，推荐之政党须于最近任何一次总统、副总统或立法委员选举政党得票数达5%以上。联署方面，此次总统、副总统选举共有4组以联署方式申请登记为候选人，依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3条第4项规定，联署人数应达到最近一次立法委员选举选举人总数的1.5%，也就是269709人。中选会于11月17日公告联署结果，4组被联署人均未完成联署。立法委员选举公告。104年11月13日，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立法委员选举公告。公告总统、副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登记日期。104年11月19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登记公告。11月23日至11月27日受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登记参选，既有宋楚瑜及徐新盈、朱立伦及王如玄、蔡英文及陈建仁等3组，分别联名向中选会申请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登记。11月23日至11月27日受理立法委员候选人登记。登记结束后，经中央选举委员会审定合格的区域及原住民立委候选人共有376人，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委选举共有18个政党申请登记候选人名单，共登记179位候选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靠次抽签。104年12月14日办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靠次抽签，由刘益周主任委员主持。抽签结果：1号朱立伦、王如玄；2号蔡英文、陈建仁；3号宋楚瑜、徐新盈。公告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名单。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公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后，候选人即展开各项竞选活动。竞选活动期间为28天，每日竞选活动起止时间为早上7点至晚上10点。竞选活动期间，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公费印发选举公报、有声公报，并首创数位化选举公报。我们首创了数位化选举公报。我们知道传统这个除了传统的纸本的选举公报之外，它的所有讯息我们今年把它融入到我们电脑当中，让网友或是民众可以查询，进入他的自己的户籍地址，马上就会跑出他自己所属的投票所。另外，并举办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除在全国性无线电视台播出，也于网络直播。此外，民间也举办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立法委员候选人号次抽签。104年12月23日，由中央选举委员会举办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及全国不分区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政党抽签，决定号次。区域立法委员候选人号次抽签，则由各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办理。公告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名单。立法委员候选人竞选活动。立法委员选举竞选活动期间，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办理政党使用电视从事竞选宣传，在原住民电视台办理山地及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举办区域立委候选人公办政见发表会及电视政见发表会，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人名册公告阅览。104年12月29日至12月31日止，选举人名册在乡镇市区公所分龄公开陈列，公告阅览3日。竞选活动。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竞选活动期间，候选人及政党从事各种竞选宣传。选举宣导。此次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邀请艺人陈美凤小姐担任代言人，透过多元管道进行选举宣导，包括电视宣导短片、插播卡、报纸广告、广播、机场灯箱广告、海报、网络广告。中选会选举专区及与各选委会共同举办社刊宣导活动，同时也配合相关机关展开各项反贿选宣传活动。选举监察。选举期间，中央选举委员会召开分区监察实务研讨会议，说明选举监察法令及做法。选举监察由监察小组委员执行，监察事项包括候选人、选举人违规事项以及选务事项之监察。投开票当天，每一投票所也设有监察员，由政党或候选人推荐，监察整个投开票过程。投开票准备作业，各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规划办理投开票所工作人员讲习，相关选务工作还包括选举公报与投票通知单分发、选票印制。本次选举之政党票应参与之政党多达18个，选票长度为历年之最。选票运送、选票点交、布置投票所。设置投票所无障碍设施，并新增28项检核标准，针对投开票所之楼层、无障碍通路、坡道、电梯以及内部环境等均定有检核标准，备置视障者投票辅助器，设置方便轮椅进入之圈票遮屏。领票、圈票及投票之动线应有利于身心障碍选举人使用，并保持畅通。制发投开票所主任管理员执行任务确认表，以确保投开票过程无任何缺失。投票前一天，中选会进行最后一次模拟计票作业。投票。105年1月16日，投票日当天，自上午8点到下午4点，在全国15582个投票所同时展开投票。开票。投票结束后，投票所即改为开票所。
开票时由工作人员逐张从投票轨取出唱名开票，现场并设有参观席供民众观看开票情形。开票完毕后，主任管理员会同主任监察员依投开票报告表宣布开票结果，并张贴于开票所门外，同时应将副本当场签名交付推荐政党或候选人所指派之人员。各开票所完成统计后，主任管理员指派专人将投开票报告表送至该乡镇市区之选务作业中心登录电脑，直接传送中央选情中心，由中央选情中心汇集提供国内外各界查询即时选情资讯。此次选举全程开票统计于当晚10:50顺利完成。总统副总统选举结果概况：第14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数1,878,2,991人，投票人数1,244,8,302人，投票率66.72%。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得票率：蔡英文、陈建仁56.12%，朱立伦、王如璇31.04%，宋楚瑜、徐新盈12.84%。当选人简介：总统蔡英文，副总统陈建仁。立法委员选举结果概况：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区域立法委员选举投票率为66.58%，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投票率为51.72%，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投票率为57.66%，全国部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选举投票率为66.25%。本次立法委员选举共选出113名立法委员，其中男性有70名，女性有43名。在各政党当选人数方面，民主进步党有68席，中国国民党35席，时代力量5席，亲民党3席，无党团结联盟1席及1席无党籍。致送当选证书：105年1月22日前当选人名单经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后，由主任委员致送第14任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当选证书，前往各政党致送第9届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当选证书。当选人宣誓就职：立法委员当选人于105年2月1日宣誓就职，总统副总统当选人于105年5月20日宣誓就职。选举结束后，中央选举委员会除了召开选举工作检讨会外，同时针对此次选举进行选务满意度调查，有84.1%的民众对整体选务工作感到满意，95.7%的民众对投开票所选务人员的服务态度表示满意。中央选举委员会顺利完成第14任总统副总统及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让台湾民主又迈步向前，更获得国内外媒体一致赞许。英国经济学人更以台湾的卓越选举为题，对我国本次大选表示肯定。